狂喝水、少运动、乱吃药，小心水肿甚至致命。水是往这个压力最低的地方跑，躺平的人很容易肿脸。吃了感冒药之后，你会发现你更肿。像我们讲说要多喝水，多喝水。口渴你就一定要喝啊。嗯。但是没事不要拼命的灌，会水中毒。天哪，喝水也会死人。所以